再来吃一个南昌拌粉。这个真的特别好吃。小泡菜、鸭腿、这个买的是卤的鸭腿，就很香。再就裹粉吃，每天都要喝哟。姐妹们，如果你们总是胃胀气不消化，吃的时候还吃不下来的话，湿气重，一定要找静静来调理一下。我们一起喝同款，坚持调理，身体才会越来越好哟。来吃一个泡芙。里面的奶油应该是卡士达酱，就很好吃。再来点泡菜，这个泡菜是买鸭腿老板娘送给我的，很好吃。来把泡芙吃完，它表皮很 Q 弹，很有韧性。吃完这个辣的再吃这个甜的，真的太爽了。
喝完了。